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武狂。刚才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，刷到一个越南大师，每个人给他切磋过招的时候，还没有触着他就倒地了，就跟触电是一样的。武狂啊，我这个人才疏学浅的呢，也没有见识过，我也不知道这是哪门美派啊，也看不懂。麻烦兄弟们有见识的大哥大姐，真的给我评论的下方啊，这是什么武术这块的，太玄乎了。有机会的话，我也想见识一下的，麻烦兄弟们给我评论一下，看看啊。